你如果想接工作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。是蓝海集团不够大呀，还是你设计部的工作不够你做？明天，我会让第一设计师的施展联系你。还说没有吃醋，严先生啊，你真的是亚洲醋王啊！ 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。以后有时间了，还带你去看仙女座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 真的要回去了，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。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拜拜。